斯拉玛哈里瑞亚，嘿嘿，眨眨眼，开斋节又到啦！咦，这位帅哥是？哦，原来他就是马来剧《Hero Sora Cinderella》的男主角发大阿敏。今年的开斋节，过 City Mall 配合这套马来连续剧，特地为广场布置了皇宫马车和花园，来营造出剧情里的浪漫气氛呢。我们当然欢迎任何人一起过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佳节。优惠方面，我们现在走着的是一个 Shop Dine and Win Contest。他只是需要花30块，他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参加一个叫Lucky Draw 的方式。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送出不同样的电器，包括 iPhone 7 Plus。其实马来西亚人可以参与我们这个Love Lock 的一个campaign。这个 Love Lock 就给所有的一些年轻人、情侣们或者是家人过来这边一起。把他们的爱锁在我们的这个 Love Lock 上面。这个佳节期间还有各种表演秀、工作坊和游戏。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以后还 free 你停车费，而周末的停车费也只需要3令吉而已哦。赶快约你的马来朋友一起来这里庆祝开斋节吧！我们广场是位于吉隆坡市中心，连接着Monorail梅丹端固站。我们其实拥有GSC Cinema， 马来西亚首个在市中心的 Aeon， 然后我们其实也注入了 H&M。Next， 还有不一样的一些fashion 的 brand。